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起得有点晚了，其实也还好，比昨天要早一点哦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开始要做中饭啦。然后今天是吃什么？蛋炒饭。我们因为昨天跟前天晚上的米饭剩的有点多，不能浪费。然后对阿贵他们也是中午焖了米饭，还有炖牛腩，我们中午就随便吃一点，因为下午打算要出去玩一下。饭已经积累的不多了，积累了两包了米饭。这个你香不香？蛋炒饭香吗？可是你吃不了哎。下蛋。色香味俱全啊。下蛋。你看看，哇！我们蹭了一碗肉，够了，真够了。我们家还有一碗那个蛋炒饭呢。对。哦，有肉有饭。哇，这拿的太多了吧？就是啊，我就给我太多了。我们用半碗那个蛋炒饭换了阿贵一大盆的牛腩，我还是很不错的。我们现在要出发了 ，Tony 也已经上车了。现在是下午大概两三点。的时间吧，其实还蛮热的，但是呢我们想出去在这个恰西公园周边转一转。我们现在出发去另一个景点，一个环线去转一下。其实主要是我们来恰西也没怎么玩嘛，就一直扎在这里，然后休养了两天，然后今天是出去转，把你去逛一逛，跟阿贵他们出发。出发啊，出发。那我们就往回走。这边的天气虽然说晚上的时候挺冷，白天太阳晒起来那还是相当的热。你看我们小托尼，我已经开着空调了，已经。对啊，那舌头飙的，还是挺热的这里。我们差不多可能明天就要离开了，所以今天就去周边转一转。对对对，感受一下嘛，好不容易进来一趟对吧？也不能老窝在那个美丽的山坳里啊。淡定一点，我趴下来。特别喜欢趴在这里吹空调。牛叔又开始挡路了。塔里木森林公园。对，这个恰西森林公园跟塔里木森林公园两个是连在一起的。然后呢，就两个壁。对，我们有就是要走他们的环线，你看恰塔环线。恰塔环线。恰塔环线就是从这里，他们这一圈是。一大圈，然后我们环线嘛，我们来的时候其实只是走了恰西的那一条小环线，现在我们开前车就是绕一大圈，看一下整个环境。这还挺好看的，景色很美。这刚才比那个山上的好像还要美一点。嗯，因为这里能看到那个山坡，然后那个草坪。现在怂了，看到牛不敢说话了。